万岁爷驾临安平府。升堂，到了，冤枉啊！堂下何人？民女杜莲儿为主子方小雅告父亲被冤及知府国通陷害之罪，现将方家族谱呈上。呈出来。哦，大人，莲儿，莲儿，莲儿，请大人命莲儿，姑娘莲儿，你醒下啦！杜莲儿，醒下，你醒下！姑娘，姑娘，杜莲儿，姑娘，佢死咗。我哋同。速去燕子楼，传方小雅到堂。是。方嫂。妈妈。堂下仲有何人喊冤？小民，喂，和尚啊，你咩都争噶？师父，卑职在，有话即讲。回老爷，据卑职到任以嚟，已查出安平府库仓已经系空无一物，而且人吃卯粮，仓中之物已经俾贪官食尽分尽，只留下一本假账，仲有三名库丁日日去乞饭食。有何凭证？有卑职新近查实的账册一本，桩桩件件记住知府如何贪赃。好，请出来。查。做咩嚟呀？你做咩呀？呢度咩地方啊？系啊，你就算再有钱啊，都唔系你嚟呢啲地方噶啦。小童，呢个人把口臭啊！讲，方小雅喺边？讲唔讲啊？我讲吓，喺边啊？在哪里？哪里？开门。方小雅，莲儿在哪？莲儿已经死了。请你去大堂啊！你啲系咩人啊？去到你咪知咯。
莲儿系咪去咗大堂之上？到咗。族谱呢？已经呈咗上去。好，请两位姐姐喺前边带路。嗯嗯。朝廷赋税之外，另外摊派，其下招呼三配四配，巧立名目，致使农人种地反无收成，唔种地又唔知点样生存，系种又唔系，唔种又唔系。多收之钱财被各层各级层层剥夺，种地嘅农民苦不堪言啊！你口讲无凭，有咩凭证啊？我身后所跪之人，个个都系凭证，每个都系有实有据嘅。我哋个个都系凭证，公公公公公。好，今日共有三起告知府国通之状，本府唔全签都唔得啦，嚟啦！全知府国通，全知府国通。唔使传啦，唔使传啦！啊，真系谂唔到你呢个知府做得有声有色喎、啊，真系谂唔到你都几识做戏噶噃！大胆，等佢讲。做得好，做得好。你落嚟，落嚟啦！你应该落嚟啦，跪低！你要边个跪啊？大胆狂徒，嚟人啦！啊，嚟人啦！老爷，快啲同我将呢个假知府赶落嚟！系。啊！嚟人啦！走！将九官国通打跪喺堂上。跪低啊！跪低啊！哎呀，乜你哋嚟真噶？你嚟真噶？我知道你系边个。小雅小姐，你等一阵啦，一阵间就传我哋噶啦。可唔可以话俾我知，你哋系咩人啊？尴尬之人，二主子啊，二主子，你千祈唔好摆个心嚟啊！呢件事唔怨得万岁爷瞒你噶。佢人呢？出咗去。吓、啊？你正话叫佢咩话？二主子啊？埋官埋官，系啊，我系啊，冇我买官卖官嘅钱，边有你喺京城嘅锦衣玉食、声色犬马嘅钱啊？睇嚟。你是个京官呢？哼，点啊？你连京官都不怕咩？如果我攞啲嘢出嚟，唔系我怕京官，而系京官怕我。哼，你有咩嘢，即管攞出嚟啊！唔使急，仲未到时候。国安在。此人日前坐堂，曾喺大堂饮酒狂言。佢确实喺堂上饮酒狂言。点样狂言法？有辱当今圣上，大逆不道！你系个京官，竟敢侮辱当今圣上，乱以朝纲，就系呢一条，我国通就治你死罪。仲使攞第二样嘢咩？哼！圣上亦有闭目塞听、用人不当之过，唔通唔可以议论咩？大胆！你而家仲喺度一派胡言，嚟人啦，同我绑起佢！上上啦，上啊！
嚟人啦，同我绑起佢。大哥，点算啊？咩点算啫？定啲嚟睇住。嗯。嚟啊！除去国通顶戴花翎。你就算是于世龙，我都不用怕啊！我是当今国舅，睇下边个敢喐手。大哥，点算？咪乱嚟啊！坐喺堂上嗰个老爷，一睇就睇得出，唔系小人物嚟嘅。于世龙到。啊！你连于世龙都唔系，你有咩咁巴闭啊？哼！我系郭洛罗斯，当今嘅国舅。将于世龙挡喺府外。扎！八虎巡案，于世龙府外侍候。你真系够眼力啦！呢云救咗我哋全家。啊？万岁爷驾临，安平府。怒起郭洛罗氏儿妃叩见圣上。儿妃请起。贵妃娘娘，儿妃。奴婢在。堂下之人，你认唔认得啊？奴婢认得。佢手中之物系咪你亲手绣嘅？系我亲手绣嘅。娘娘表妹。救下我啊！娘娘表妹，你救下我啊！你有咩话要讲？奴婢有话要讲。起身讲话。谢万岁。万岁爷，普天之下，至亲者莫过于亲人，骨血相依，一脉相承。亲人之所以亲。是因为他们同自己有夫法血体之联系。人世间无亲无故的人是几咁孤独。像我郭洛罗氏满门忠廉，我曾经因为得这个姓入这个门而自豪无比。现在这个英烈之门亦都会出这样的奸邪之徒。原来以为你们知道自己是皇亲国戚，就会更加谨慎做人行事。怎会想到你们竟然以宫内有亲人为由倒行逆施，假权势而害国民。奴婢今天才知道，一件小小的下配落在坏人手里面，竟然可以变成偷天换日欺压百姓的遮天大山。娘娘要命啊！娘娘要命啊！娘娘救下我啊！我唔敢啦！今日我唔单止救唔到你，我连自己都救唔到啦！求皇上赐死谢罪。二姐唔好咁啊！二姐姐唔好啊！千祈唔好啊！二姐姐，千祈唔好啊！唔好啊！千祈唔好，唔好。冤有头债有主，而非不可言死。如果讲到有罪，选呢啲咁嘅官，就唔愧对于天下。
古坟字百官亲万民实苦乎？朕今日喺呢个大堂之上，亦有一心得。若论亲者，只有万民，官亦好，帝亦好，为民是亲啊！算于细路，咋？百虎巡案，于细龙进殿见驾。臣于细龙叩见万岁，愿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与我兴平山，谢万岁。朕命你将安平国通一案所牵扯之人严惩不贷。遵旨。带走。哎呀，姨妹娘娘救我！哎呀，姨妹娘娘救我！哎呀，哎呀，救我！堂下衙役同门外百姓免跪平身。谢万岁。你哋陪住朕做咗五日嘅知府，朕坐咗五日嘅大堂，真可谓酸甜苦辣，心得无数啊！呢个时候应该退堂啦。万岁爷，方小雅仲喺内室候旨嘅。哦，孙方小雅。咋？方小雅上堂见驾。罪民之女方小雅叩见吾王万岁，万万岁！起身啦！你起身啦！谎报一事，朕已查明。二妃，难得你大义灭亲，又能够可怜有冤之人。此案已经真相大白，方家一族罪者免死，从族之人一概免罪。谢万岁爷，谢万岁爷，谢万岁爷。三太子，奴才在。退堂。